个货的功夫，谁又钻进去了？赶紧看看。哟，门打开了，谁进来偷吃了？游泳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又拿我吃的了？看呀，不对呀，我外面大门锁着呢，你怎么进来的呀？你这个调皮小子。你干啥了？那么久没回来，估计进了点货，来，进了新货，这个无花果丝给你吃一包吧。这个无花果丝好不好吃呀？好，回去赶紧回家吃饭。先回去吧。